来吧。淹到这儿了。多挺好，是吧？今儿能淹几个？刚淹一个。淹过了吗？淹过了。过了。我还是淹中的，俺那不叫淹。把扣还得再一个一个验呢，是吧？哪个验是头不验的？哪个个验？容易。得验个两三遍才能验过去，一遍根本过不去。半米粒是多少？反正十片里边有一个呀。3%。3%呢？100片里边有仨。有点难。300块的，我就来一百三。对你拉的那还沾一下呢。拉的一般都没啥事。拉的已经小了，他们。拉的没了，没那么严的，没问题，咱们都测试过了，拿样机测试过了。别闻上了，他那边呢？那边好，快点。不起，我轮有5毫米吗？5毫米。比那好，对，那水劲儿是真的。那还得动动那个。水劲儿。找小账号填单子去，待会儿好给你往群上发。那个呀，那点爬坡我看呢，还相对比较稳定。你这比他那强。你这没有那些个烂事儿。这个光棚那一块多。你这个比他那个好。你这个边再动动都基本上过了，基本上这动动哪儿，对，找的让它爬过去了。我这猴一直盯着这个呢。不然给他添单吧。把这仨都填了，4号、12号。
有漏焊的，看一下地下呢。你这个挺好的。冯建模那个也赔验了。哎。儿子谁验你了？能验你？没问题，奉陪到底啊。那个挺好。那他这个对折点啥都行。嗯。待会儿我给他录去。大的问题没有都好找，对，没有大的问题好找，有几个鼻梁条不好的。这个真的挺好的，这挺稳定。丢鼻梁条的多，要是不鼻梁条丢不丢的，这鼻子都整 OK 了。都漏焊那个，刚才再说这个26个，是吧？嗯，他再挑着这个。这我也别录10分钟了。录吧，这没啥事儿，这个一直有跟着看。这俩好人，一个那个小崔，一个这小子。这个坏，哎，赵一龙，这三个人，是这最后这批军人招进的最老的一个。陈建春不干了，陈建春也挺好。